他在吗？他好像不在。不在不在。我在在在在在。哇，他变黑色。他变黑色，我打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。今天我们来玩神奇宝贝传赞。今天呢，就是大家最喜欢的那一位，那一位角色。没有错，大家的好朋友卡比兽，对，没有错，就是他啦。这个肥肥圆圆的肚肚，真的看起来非常疗愈，有没有？让他吃点南瓜吧，吃南瓜，吃南瓜，吃南瓜。他很可爱，圆圆的，然后表情超憨，没有错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要选择卡比兽来玩玩看啦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来看一下卡比兽到底厉不厉害呢？好，我们是橘色的，诶，好可爱哦。我们是橘色的卡比兽，怎么有点可爱？不晓得为什么，有点像。超级放大版的皮卡丘吗？橘橘的 ，OK， 我们这边就是先来看一下它的技能好了 ，Heavy Slam， 应该是泰山压顶的意思吧？下一次攻击造成超大的攻击，对，用它的体重去撞人。再来是 Rest， 这个应该是休息，稍微睡一下觉，让自己恢复到全满的生命力。哎，这很强哎，如果直接补到满的话，超强。那再来就是我们的 Body Slash， 应该就是普通的身体撞击吧。他说卡比兽会向前冲刺，然后撞飞所有的玩家哦，所以是把人家弹开的哦。好，这是我们一开始的招式。那现在等级就是每个角色的熟练度，对，你看到右边有一个等级一，然后零到一千五，就是每个角色有各自的熟练度，所以我们要多玩才能学到更强的招式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只能用普通的招式了。好啦，我们刚刚那边在讲那么久，那现在外面的世界不知道怎么样了。哇，皮卡丘那边很凶的样子哦。他家好像没什么铺，那我应该是要电过去啦，然后跟皮卡丘打架了。虽然他偷拿到球了，但是我快点的话，应该还是能解决他的。嘿，我来找皮卡丘喽！他在电，他在电，他没电好，他没电好，他没电好，我直接下去打掉了。嘿嘿嘿。你还没电好啊，你受死吧皮卡丘。我打赢了耶，哇塞，你刚那边废话讲那么久，我还是打赢了，然后还赚到他的哦，球球球球球，我这边直接升糖果，然后我直接进化成最强的卡比兽，我是钻石装的超硬卡比兽，超胖，看不出来啊，看不出来就是了，但是我现在超胖。好的好的，我们现在莫名的打败了邻居呢，那么该怎么办？我们这边就去抢中间咯，铁剑准备好。好的，我们去抢中心点。我家那边其实没什么保护哦，不过呢，球球球，哦，电在这边。好哦好哦，捡球捡球，中间有人，有伊布，伊布慢照。哦，好多伊布。喂喂喂喂，怎么那么远？哎，凶，很凶哎。哇，十剑，可是他有附魔哎，他有点凶。哇，会死，会死，会死，我会死！哇，输掉了，好痛哦！学校不是穿铁装吗？他不是没有装吗？我怎么被打还是那么痛？可恶，风力还是有差哎！里面也要学风力。好，我们再去抢一波。哎呦，灰色那边，哇，中间很乱哎，就是大家都在抢哎。灰色是羊毛而已，我想跟着他回家。哦呦，你又来，你又来！哎哎，为什么他这么远？等一下，他距离太远了吧？啊呵，红色这样不行呢。好，我们再次去抢中间，红色有点危险哦。看一下哦，红色家好像在很远对面。哎呦哎呦，这样不好打嘞。红色真的是怪怪的，十九滴武器好多，红色有点不妙。好，他免就铁剑而已啊，是在痛什么的嘞？打架啊，打架啊，打架啊，打架啊！走，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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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你，打你，打你！哎，等等，有声音，有声音！哦，招式，哦，我招式解决了吼！哦，红色打很久呢，哎，灰色好像剩一条命，我就把它收掉好了。哎呦，他也有弓箭呢。好，他有弓箭我就算喽。他弓箭为什么还有一些特殊药水效果？旁边捡，他怎么捡不起来？怎么没有？
那不怎么点不到，我是回家了。好好好，我要回家了。好啦，我们要冲去红色家了。红色在打蓝色的样子，他们两家应该是在互打。趁的时候，来来来，红色，红色在哪里呀、啊？哇，我刚灰色冲了耶。好啦，给他冲，给他冲，不要来追我哦。我要去红色家哦。好，红色家那边撒盐的样子，他在吗？他好像不在，不在不在。我在在在在在，哇，他变黑色，他变黑色，我打掉，打掉掉，我打掉了 ，OK， 床打掉了，哦，他黑黑的，我完全看不到他，他是月精灵，他进化了，所以他有铁装了，哦，钻装钻装，黑黑的一片我看不到啊，好，那我这边就可能就直接钻剑喽，把我直接钻剑，然后要。比较强的弓箭了。好了，我们这边要去收掉。哎呦，灰色死掉了，哇，剩蓝色哦。哇，看来是跟蓝色的大决战哦。好，蓝色，蓝色。哎呦，他那边，哦，这边桥怎么爆了？我们这边就用这个羊毛地鼠。哎啊，没有用。这个位置真的要很难对准。怎么一直爆炸？怎么一直爆炸声？很恐怖。好，那个地鼠有时候不太了解它那个对准的方向到底在哪里。好哦，他家，嗯，这有羊毛哎，啊，他在那边，好，我们要一个互换 ，OK OK， 来啊，来互相伤害啊，打掉 ，OK， 那我家可能也要被打掉了，不过我们就来打架吧，他只是火球鼠哎，所以应该不会输啦，应该不会输，啊，他怎么还没打掉？他去哪了？哎，打太久了吧？喂，嗯，有有有，被打掉了。OK OK， 你不敢过来吧？我弓箭啊，你没有啊？好，这样有点小危险。哎、欸，他快死，他剩一滴，他剩一滴啊！我没箭了，我居然没箭了。哎呦，我要冲了，我要冲了。火球鼠，你还在买东西，受死吧你！呀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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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怎么打不到他？有了，赢了 ，yes！ 我是超胖卡比兽，没想到这么久我还可以赢呢，过超久了，超可爱，超可爱！天哪，好 Q 哦！好的，那这一集就是大家的好朋友阿卡比兽啦，没有错，它非常的可爱，可是它真的很贵，如果真的要玩的话，要19万的金币，我现在玩那么久，也在7万多，很难赚，真的钱很难赚。好啦，没关系啦，我们就玩给大家看，那只可爱的卡比兽啦，分享给大家，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别忘了在下方按个喜欢。之后呢，我们可能会更多人一起来玩四只卡比兽之类的，感觉就好挤哦。好啦，好的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大家拜拜。